你今儿咋不积极嘞？回来也不拍视频呢，也不高兴。咋不积极？这不你给我捞过来叫我拍视频的，我今天我都不想拍了，不想拍，不是你回来非得捞住我，真是的，拍啥？现在好多人都劝我，好多人劝我说我应该去找个工作，跟你一块儿，要么跟你一块儿去，跟着你去，去工厂打螺丝去，我现在弄得我的心情可迷茫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你怎么看？你咋看？拉倒吧，还你去打螺丝嘞？我咋的？我不能打螺丝，对不对？我这对不对？我也有肌肉啊，我不行。没你有肌肉，对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去跟着你一块干，是咋着？算了吧，你还是搁家吧。咋的？你要去打工，人家嘴是不是？能说？我哪能说呀？我不能说，好吧？那反正我什么你能说，你去我了。能说咋着嘞，对不对？我能说我去上班的，我又不是干啥的，对不对？你担还是不心啥？放心，咋不放你心？在家吧，还是？咋不？俺厂里边小妮姐太多了，你要是进吗？去了，你把给人家都拐跑了咋弄啊？是不是？我不放心嘞。真是，哎呀，这菲菲说他们厂的女孩子多，我第一次听她说这话啊。我这本来商量着问她，要不我跟她一块儿去，对吧？然后就是这样，因为最近的话，对吧？好多人劝我，就是好多人劝我，我们还说普通话一点吧，因为怕大家听不懂嘛。就是好多人劝我说，现在拍视频也不怎么赚钱，赶快放弃毛孩子，对吧？让我跟着菲菲一起去工作嘛。这刚才菲菲说他们那儿女孩子多，怕我就是女孩子特别多，特别多吗？对呀，好吧，哎呀。是吧？我现在也是有点迷茫。那他们有的网友说叫我叫这几个狗扔了去，跟着你一块儿拍视频干啥？你怎么看？对吧？那是说的呀，说扔都扔啊，是不是？养了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你也坚持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做你。你说你心里话啊，当然说心里话，因为有的粉丝就是说，可能说是，对吧？我家里人都劝我放弃或者怎么样，只是我自己在一意孤行啊。今天这个菲菲坐在这儿了啊，听听菲菲到底是咋说的啊，就是这样。你不做，这毛孩子都咋办呀？是不是？那他们有的说叫打开门叫他们跑，是咋着？可不是嘞。是跑出去直接现在外边到时候那捉狗的那是不是啊？杀他们，弄那放出去不是直接他们都没了吗？你就是送给别人，人家你看像咱那农村，有谁说对那些狗们都那么的好，那么的关心啥的，给他们弄个狗舍啊啥的，都是随便弄个绳儿往那树下边一拴，对不对？狗生悲惨呐！哎，我也现在也是可迷茫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现在就是说，就是说我赚的少了点，会不会嫌弃啊？会不会嫌弃我？像你啊？咱结婚这场事儿，我嫌弃你了没？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心理在作祟吧，自己可能感觉有点对不起你了啊，会有这方面感觉。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了，家里边咱爸咱妈都支持你，是不是？坚持。也坚持了这么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说实话，真的听菲菲这么说啊，是她把我拉到这里啊，然后说今天陪着我拍视频啊，特别的主动啊，真的弄得我心里面挺感动的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说现在拍视频收益低嘛，我想说不中了，咱接下来咱众筹一下，咱一家看看借借钱也中，不中咱开个啥店，咱以后是不是开个啥店做啥生意？我现在。不知道咋说，你感觉嘞？做生意现在门店感觉着不怎么行，因为现在实体店，你看网络现在都是互联网，是。做生意失败的也太高了。你看那街上边一个挨一个的，过一段时间关门一个。是吗？我不咋出去，我不太清楚。可现在外头的生意不好做吗？肯定啊，
实体店毕竟没有网络上边那个。哎，你说这折腾不好了，你说还不生，对不吧？如咱别为，整，别整了。你说这还不是维持现状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再说快过年了，对，快过年了。别折腾。那你主要是，你对吧？你要是明年对不对？你要是生宝宝了，咋做了？你说我怕你嫌弃我说啊，你这也不出去不干啥，对不对？不出去没事，咱编排视频当超级奶爸。嗯 真是这菲菲真的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，真的是，哎呀。反正他说这么多啊，我跟他说这么多，他，你真是不知道叫我咋说你，哎呀，你都，哎，我都没想到你会支持我这，哎，不中，我说是要如果真是出门了，可能我都，对吧？想去哪儿吧？我想去广东或者是上海，对吧？可能到时候咱们都看不到了。那你去那远，那我上哪儿找你？哎，是不是？我这还路痴，我就除了我上班地方到家里边我知道，别那儿我也没去过呀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发现你可居家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你可反正咋说的，不像别的啊，比如说老公啥的，去哪儿，好像你不是这样啊。说那么远。现在搁家拍着视频，不是也能赚点吗？是不是？也能，反正是因为咱这边工资太低了嘛，咱对县城呀、啊，就是这，我也不想给咱县城那个。你出去给咱县城找个工作，也月月挣着人些钱，跟拍视频收益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还不如在家照顾着几个毛孩子，对不对？我怕不是怕都怕恁嫌弃我嘛，嫌我赚的少咋着？啊，嫌弃早都嫌弃了，不让你见着真娇，是不是？好老婆啊，唉，再说了，你既然坚持，对不对？坚持，万一哪一天是不是你火起来，你放弃了，然后你会不会后悔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我没有想这么多。你说的，我没想到你现在能说出来这么鼓励我的话，真是的。是这个道理哈。你现在就先这样维持现状，对不对？维持现状，然后咱先这样吧。你搁家没事的时候，先让大家视频拍好，对不对？做好自己就好了，不要看那么多别人说的不好的言论。我这人就是比较容易在意别人说的啥话儿，容易陷入跟他钻牛角尖样吧，可能是。他们有的说叫我别拍了，叫我出去，叫我咋着。不要看那么多他们那不好的评论，做好自己就好了。做好自己，你也出去打工是不是？咱爸咱妈出去打工了，我也出去打工了。你要咱也出去是不是？家里有人也没了，你这些毛孩子也没法弄了。这狗也出去打工了，狗也出去打工了，都跑。对呀、他们要能打工，好吧？哎呀，那咱这家也不是家了哈。对呀、啊。你这一说，我心情舒服多了哈。我在家还是比较重要的，你这一说，是不是？我在坚家，守阵地，家。坚守阵营。好吧，哎呀，你能这样说，我真是可高兴了。能碰见你这好女人，我真的超级开心呢。现在真的想你怎么，哎，你能真是这样说，真是我，谢谢你，现在出去打工都是迫不得已的，是不是？谁都不愿意离家那么远，对不对？你经看济。咱爸咱妈，他们愿意出去跑着打工，是不是？本来年龄也大了，也都想在家守着。主要咱这儿的工资太低了，主要是，没办法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叫你跑那么远呢，是吧？对呀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几年一直跑这么远。好吧，谢谢你鼓励，好老婆，呵呵呵，